我哋係缺乏咗一個甲級寫字樓係吸引我哋嘅大公司嚟到澳門進行有關嘅工作。所以呢個我哋要歸納翻我哋嘅總體規劃。當佢係歸納咗我哋嘅商圈，即係個 CBD 喺邊度之後，我哋進行有關嘅土地拍賣，進行有關嘅商業嘅土地拍賣，而唔係住宅，讓佢哋可以起一部分嘅喺適用嘅甲級寫字樓，係供應俾依啲大公司，佢先落得到腳。因為澳門嘅寫字樓對內地而家好多嘅朋友嚟講，一睇落去都係唔夠班嘅。我哋嘅寫字樓嘅水平係低嘅。我哋寫字樓水平是低的，所以在這方面我們要提高我們的寫字樓的質素，提高我們寫字樓入面的智慧型的質素。一個寫字樓不是只是一間屋，它入面的配套有多少東西呢？我們的入面 有多少個網絡的行的個快的速度是多少呢？這個都是一個公司很重要的一個因素，還有我們現在澳門的 server 寄託在哪裡呢？等等，呢啲係我哋要做好嘅一個工作嘅配套，所以依一方面嚟講，我所謂要傾斜就係依一方面，我哋做好呢啲咁嘅土地拎出嚟俾佢哋拍賣，可以做到我哋嘅真正嘅甲級寫字樓嘅一個商圈，咁我哋就會留得到大公司喺度做總部，因為澳門係好多朋友都想嚟，但就係因為買揾唔到寫字樓，包括好多我哋嘅大嘅銀行。都想找一間好的寫字樓，都是找不到，這個就是我們澳門的缺陷。